好，我们继续开会啊。下一位，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我们请曾明宗委员。曾明宗委员不在，我们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我们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我们请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不在，我们请高露以用委员。高露以用不在，我们请杨耀委员。啊，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李署长。请李署长。哎，你好。啊，署长好。哎，署长，我们在台湾哈讨论环保的议题，通常着重于陆地。那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希望新的署长对于海洋方面的环保议题能够多关注，啊，能够投入多一点 的人力经费。好，这方面啊，如果我们杨委员在澎湖这边哈，觉得哪些方面啊，请多多指教。好，那我们来配合。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海洋 的污染问题哈，因为从最近这几年，因为中国的海漂垃圾大量漂往台湾，所以大家渐渐关注。那海漂垃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海洋的污染以垃圾为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大体区分为海漂垃圾跟沿岸的海底垃圾。海漂垃圾通常我们看得见，所以清除还算不难。最主要是行政部门有没有决心要处理海底的垃圾，就更麻烦一点，好，更麻烦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海底垃圾。政府通常这几年哈，对于海洋污染的经费投入是这样子，105年大。跟106年的水污染基金预算中，大概各投注了1100万跟1600万，105跟106哈，好，以这样子的经费，台湾一个岛国四面环海，这样子的经费，我看连处理海漂垃圾都有困难，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两年的预算。海漂垃圾都以台东以及屏东这样子的沿岸为优先哦，这个是合理，因为海漂垃圾通常假如说是要在海里面做处理，应该要先处理沿岸的，因为沙岸它海漂它垃圾到最后会登陆会上岸，才另外再从近滩来做。署长，你觉得？每一年投入这样子的经费来维护海洋 的污染防治够吗？如果从委员这样的描述啊，这样的经费是显然不足哈。但是我对这个部分的业务的确还没有完全了解哈。我是不是请我们叶处长做一个补充说明一下哈？谢谢。好，是跟杨委员报告哈，就是杨委员指示，所以我们也环保署这边领了一个5年计划了哈。那因为海漂垃圾其实涉及很广，所以我们把署里面的相关单位，包括环管处、包括总队哈，然后包括资源回收等等加起来。那么，所以刚刚提到的那个1100万啊，那个是在水污基金去年开始编呐、啊。那我明年五年计划里面的吗？啊，这是五年计划里面的吗？其中一部分呐、啊。好，其中一部分就是有关水保处的部分。那水保处的部分，我在明年106年呢、啊，这个编的经费会增加了哈。因为我也像最近我公告了一个这个海洋弃置费，我也希望说将来能够征收海洋弃置费，那个征收的费用就专门拿来做海洋污染的防治哈。那另外呢，就是那个水污基金的这一块啦。那么也希望说明年的这个经费，去刚刚讲到是1100万嘛哈，我希望明年能够增加到3000万以上。
哦，然后也增加，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困难的就是那个经商的经费比较少，经费增加，你们大概要大概想做什么？只处理海漂垃圾？那就是海漂跟海底了哈，因为海底垃圾确实比较难。海底包括吗？对，海底垃圾比较难，就是说一年三千万，一年三千万太少了。对，因为海底垃圾哈，跟委员报告。目前农委会规定不能用底拖网下去清，所以它一定是必须要靠潜水屋下去捡、下去清才有办法。所以那个机会是用网下去、非常下去清，会造成二次污染。对，好，它那个底泥的在处理的过程会有二次污染，是这个是没有错。所以三千万的经费，我现在在问姚委员，这个咱这个叶处长在提出预算，我们会全力来支持哈。啊，我想我们实地去聊，我爱加码嘞，咱注定嘛，咱来是讲三千万哦。我讲吼，咱实地来看一届啦，好不好？来实地看，找一个时间吼，来朋友来关心吼，看讲你这个所在你就有经验吼，对。真正最近海底垃圾，我真正完全开始不了解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咱白包来，我那好啊实地来看。啊，你要咱看伊的严重程度，不要咱来编医生，偌济人力物力含起程，那你看嘛，好唔好？好，因为是这样子吼，海底的我大概也跟署长做个沟通吼。海底的垃圾处理跟底泥，吼，跟底泥的处理为什么那么困难？就是因为它可能会有二次污染的问题，然后澎湖，我刚刚讲的，其实我刚刚讲的都是全台性的问题。澎湖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澎湖内海其实是澎湖海域，甚至于是台湾海域鱼虾贝类很重要的一个繁衍的场所。珊瑚礁的覆盖率非常高，非常高。沉网非常多，沉网把珊瑚礁覆盖了。第一，可能造成垃圾集中在珊瑚礁上面。第二，底泥的覆盖也会比一般多。久了以后，珊瑚礁就死了。珊瑚礁死了，鱼虾贝类的繁衍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既然署长那么有诚意，好，那么有诚意就直接讲了要投入人力物力，我们希望新的署长可以有新的作为，就是说台湾一个岛国，我在这个委员会大概阐述了四年多了，为什么我们把所有的环保议题跟环保经费跟环保的人力全部集中在陆地上？这个对岛国来讲，应该是一个有问题的观念。这个开始问一下，这个杨委员，你提醒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加强哈。但是当然，我们其实还有更大是空气啦，空气嘛是哈。这个对空气啦，水和这个，我现在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只是说在比重上，在比重上，像我们也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海洋污染基金的设立。现在也没有，处长，你要不要？要不要？我们请处长叶处长再补充一下。叶处长，你就基金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就基金的部分，就是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大概只有海洋弃置费这一块可以征收，然后可以变成基金但因为现在海洋弃置的只有两家公司一个是高雄港跟中油的那个永安港，只有这两个。那我们依照目前公告的这个下去征收我们是把这个钱就放在水务基金里面来。所以为什么海洋的除了海洋这个水这个征收的以外，还要用水务基金一起来补贴一起来做。那刚提到的那个是经常门那如果说像澎湖内湾这边，它在清除的时候是要有一些积聚资本门，资本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来补助但是大部分清的呢都是要经常门的这个经费经常门确实都是比较缺的。所以他在没有基金可以支应的情况下，就是只能用公务预算来编列。就是一个是公务预算，然后一个就是水务基金。我们有像刚刚委员提到1100万，那个是用水务基金来做这个事情。积聚的部分可能不用设，不用自己投资啦，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委托或者是发包出去，发包出去，因为这个涉及很多专门的东西我只是在讲说，
假如可以的话，就从新政府、新阁员哈，我们新署长，看能不能把海洋这一块长期不重视的这个现象，我们把它改正过来。哦，基金的部分，我只是举个例子啦。咱找时间来看一下哈，来彻底了解一下。好，谢谢。以澎湖为例，然后署长我也直接在这边要求哈，就是说澎湖内海的整治，我们希望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实地看了以后，我们把人力物力编出来。另外就是说那个农委会的渔业署这个部分哈。我们因为这方面我们不专业的部分，我们来给请教他一下。哦、那个，我们叶处长就这个机具的部分，对，我修过来啊。我漏讲了哈，农委会哈，编了70万要补助县政府清除澎湖内海的渔网啊。70万我不知道怎么清除哎、欸。好，我光是看编的预算。我就知道有没有决心要做，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坦白讲，要做可能还是要分年来逐年来做，好、哦，那纵使逐年做，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个我也知道，好、哦，不管是从经验来看，或者是说从必须要投入的经费跟人力来看，可是不做就是不行，好、哦。署长，我们这样子啦，我们就是署长大概也重复了几次来澎湖看一下，好，我们找个时间到澎湖内海。可是我们去看，其实也很难看得到，因为他可能必须要潜水才看得到哈，他必须要潜水才看得到。我们就是去看一下啊，请渔民，渔民也要投入哈，啊，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我们把它编一个5年或者是4年的计划，把它投入多一点的预算，多一点的预算，因为其实，署长大概比较大家老同事，所以比较知道我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澎湖的经济，很多人一直误以为观光是澎湖经济的最大命脉，其实澎湖产值最大跟从业人数最多的都是渔业，而且澎湖的观光某一个层面来看是靠渔业支撑的，好、哦，大家若要平遥都讲来吃海产，哦。所以澎湖的渔业要永续发展，就必须要澎湖的海域有一个很干净的空间，可以让鱼虾贝类繁衍。好，很谢谢署长今天非常有诚意的答应了这件事。好，那我们就排时间。谢谢，好，谢谢署长，谢谢主席。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吴秉睿委员。吴秉睿委员不在，我们请苏正清委员。苏正清委员不在，我们请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不在，我们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我们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我们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我们请徐真卫委员。哎，主席好，午安，哎，麻烦请我们的署长。请李署长。午安。哎，署长，午安，辛苦了。这个环保的大问题哦，大概大家都知道嘛，大概就是空污了，还有我们的垃圾问题。对。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啊，这个台湾啊，这个垃圾掩埋场在6年就满了。所以未来垃圾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国安问题，就像我们少子化或者是我们长照一样，都是国安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啊，本席想针对哦，哎，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太鲁阁这个我们要停矿的部分，是我们的创意还是专业还是尝试？
在今天早上王玉明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署长说啊，这个政务官啊有他的专业常识，还有必须要发挥他的创意。请问这是您的创意的发想吗？其实整个的对环境保育的关怀关切啊，这几十年来整个国家社会都提升很多哈。很谢谢很多的志工的这样的啊，不断的在各个角度，刚刚委员所讲的水啦、空气、垃圾，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总统的演讲里面也特别提到哈。环境，我们发展经济不能够牺牲环境，透支自然资源和健康，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理念之下，再加上1997年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谢谢署长，也是这样，因为时间有限哈、啊。那对于这些，的这个回答答复，本席想早上您也都答复了。那其实在这里，本席并没有这个，只是想就我们现在太鲁阁要停矿的问题，您的考量是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这个国家公园的美丽。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有生物、多样性，好的，很多方面。谢谢。那在这里，那我们有没有跟地方做一个通盘和我们地方的研议？好、哦，这个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我想现在是我们这个位阶在署长哦，这是全国非常高的位阶，尤其是您的一句话，可能让人胆战心惊，一句话可能让很多的家庭睡不着。所以啊，我们这样子看好了。这个我们这个说我们的太鲁阁要停矿，我们的亚尼哈这个部分成为我们环保资源部最好的县里，但是却把上千个家庭的生计当为祭旗。本席想这个不晓得是您有做过方方面面的考量吗？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以及啊，这个、我们这个对于空污的部分媒体的追问，您说啊这个。饶了我吧，好，这个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请问你给花莲人多少时间？您有饶过花莲人吗？在这个我们交通部贺成旦部长也说啊，这个不用做的这个建设就不要做。我们花东改善道路，花东哈、啊，这个、我们苏花改善道路、苏花公路都是这个砂石车啊、水泥车啊这些重型车在走。所以，请问我们现在是署长。和我们的交通部长到底给花莲多少时间？到底给花莲什么机会？您要我们给你时间，但是你们给花莲什么？所以这个我不晓得我们的音乐哈，这个本来我的音乐是哦金包银呐、啊，这个你这个音乐放不出来，一放不出来金包银是什么意思？徐委员哈。这个一个政策，我们现在哈、哦、六，这个还我还有六分钟，所以我们下一个。本席想要告诉我们的部长，业界非常的担心，我们的乡亲的工作机会更担心。亚尼在我们的这个支付率的部分，他们做的其实有目共睹，尤其以目前来说，日本是一个。推动绿能环保非常非常先驱的国家，待会儿在我们的电动车的部分，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他们的成绩是全世界第一。以他的一个专家学者，他的政府都来看他的这个他的工会哦，这个一个协会叫石灰石矿业协会来看，非常非常的赞誉有加。后来又来了第二批的专家学者来取经，还有业界的。这个所有人来取经，来跟亚尼取经。再来就是100年的时候，澳洲的政府也对于亚尼在做这个植富率，还有对于这个山啊，能把它做成左边跟右边这么漂亮，所以我们政府应该是要给亚尼一点点的掌声和嘉许。这个的矿权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在成立之前它就有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原委刚才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署长也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现在只是希望我们的署长是不是倾听民意，到地方去听听乡亲的声音。好，那也给花莲人一点时间，也给放过花莲人吧。那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车的问题。
哦，碳捕捉好了。这个碳捕捉的部分，我不晓得您知道碳捕捉吗？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经济部工研院发展的一个 CCS 的部分。现在碳捕捉跟台泥是有做合作的，业业合作，它可以发展绿能，尤其是在现在碳权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跟经济部来做合作的。如果我们要辅导这些高污染的这个厂家的话，公司的话，真的未来在署里面其他各部位有很多的专业人才可以一起跟他们来业业合作。 我会来和经济部好好来沟通，谢谢。所以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不用放了，这个就是讲 PM2.5 的嘛。Okay, 谢谢。哦，这个谢谢你关心，不晓得您会不会看。谢谢，还有我们电动车的部分呢，其实电动车的部分，环保署一直非常的支持，也延续性的。那花莲县政府和台东县政府在我们的电动机车的部分，都是常年在支持，也常年在推动。尤其是花莲县政府，连我们现在目前地方的协勤民力都有配备一部的电动机车。那花东两县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最优秀而最优质的绿色城镇 来推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电动机车的推动的这个效率以及我们的成果成效不好，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充电站的部分。那日本的电动车，它的充电站非常非常的丰富，它的加油站只有34000个，但是它的充电站有40000个。委员这个观察我个人非常赞同，所以我有向业者说，这个充电站的部分，其实有的业者说他们在台北市的这个机车的充电站数目说是超过了加油站，我说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充电站是这样的一个产业，还是这样的工具的替代的这个让这个诱因加强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要拜托我们的新任的署长哦，因为这个在北部的部分或西部的部分，因为它是人口密集、交通密集区，好，那它的这个充电站的设备好设施密度高，可是花东两县啊，将近300公里啊，那我们的这个电动机车。我想我讲到这里大概就明了了吧，是应该是它的应该是电动机的充电站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充裕的才是，才能真的成为花东两县我们要推动绿能城市，也是您的愿景和梦想，在花东两县是可以成为您的这个基地的，也成为您的示范区。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和经济部哈，就这个充电站的部分也来，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么大的这个决心要把环保做好的话，其实在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一直希望我们环保署能协助来推动我们绿能电车的部分，前任署长我们魏署长也非常的同意，那请问我完全支持，完全支持，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执行？我对不起，我因为还在听业务简报，是因为一个礼拜哈，是一个礼拜10天里面，我各部门都简报了解之后，那个宣言这样的一个维护国家公园的空气这样的事情，我和你完全一样，谢谢。所以我一定会最快速请我们的同仁就这个部分来追踪他的进度。所以在这个部分，完全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署长啊，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了，那是不是您就到地方来跟我们的地方县政府，还有我们的太管处一起来做？第一个是入园收费的部分嘛，我们可以做对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边坡绿化的部分来做收费的这个金额嘛。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入园的电瓶车的部分要帮忙协助，好不好？那另外再来就大概就是阳城的部分，阳城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河川的阳城。那阳城的部分，这个本席在送书面。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好，就是垃圾问题。现在我们基隆有一个潮境公园，不晓得您知道吗？我不知道，拍谁？基隆那个潮境公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然后把它变成环保公园。Okay.好，类似的我知道。好，那一样，花莲的环保公园也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94年、98年的时候，花莲县政府环保局跟我们的环保署申请的这个经费，一期、二期的维护，因为这个海风还有海浪的涛打，让这个垃圾已经外漏而且掉落，所以对不起，再给我一分钟。然后这个我们花莲县政府101年再跟环保署申请要维护第一期的养护工程，因为垃圾掉到海里面去。那但是我们的环保署给一个原来可以补助，环保署可以 给, 给,
可以补助的，现在变成说推给经济部，说这个是什么业务，这个是什么业务型的海堤，好，所以不能补助，哦。那个徐远将，是一般型的海堤。一个我们请我们萧总队长是简单一点说明，那会后。会后我们和你办公室再联络，因为这个可能现在了解好像说要详细调查。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基隆的潮境海堤嘛，好，一个是我们的东石的海埔地，都是海堤的部分，都是事业性海堤。好，这个部分应该我们环保署可以来协助。那如果你们又要推到我们的经济部的水利署，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单位可以站出来协助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维养。另外一部分，因为本席没有时间可以做这个质询哦，但是本席书面的部分，请这个我们署长。我们了解之后会和你的办公室联系。好，谢谢，好，谢谢主席。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我们请黄昭顺委员。请李署长。署长，我想这两天看到的那个报纸的头版大概有两件事是你极力要推的，一个就是亚尼要把它关掉，另外一个是这个会武金不要再展言了，不再展言，不要展言那个矿权。署长，我给你恭喜了，基础上来讲，我非常支持整个矿业未来在台湾能够整个的采矿权要把它弄掉哈，因为以前在我们高雄，大概当时在做台泥，台泥跟半屏山的收回的时候，那时候是吴敦义当市长的时候，当时收的。可是我要提醒署长一件事，这个工作应该不是你的工作吧？这个工作理论上应该是经济部长的工作，你敢讲我做在讲贵和呢？因为我知道这个应该不是你在宣布的哈，黄委员，这个我觉得，哎呀。你这我过来讲，我出来讲贵和这好像矿业法矿权哈，大概应该是经济部在做这件事。但是从环境保育哈，当然这个经济发展不要牺牲环境。我一开始我就先告诉你哈，所以你们听懂。一开始我应该要有一个立场来说明保护这个环境。对，因为基础上来讲，我是非常支持你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哈。但是相对的，就是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几件事要做，包括我们还有嘉宁。环泥还有哪一家？幸福，大概也有三四家，好，都是在做这个开采矿业的工作。那我们整个，我为什么会讲说你欧洲来讲会合呢？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个未来的辅导就业等等。那甚至于我们都还主张一件事，就是过去所挖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再给他呼吁？呼吁哦，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没有看到你在这个部分上，到底你是过去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说啊，是不是亚尼爱得给关起来，还是你一上任的时候说啊，这亚尼若无关，我环保署长或者做不了。署长，你是不是给我回答一下？不行，因为你嘛在总统总统九级演说来对哈。有三个地方和环境有关。在第一段，他就说我们的环境还继续受到污染。第二段，他就特别在经济的发展之后，他就说经济发展不能够牺牲环境，也不能够透支自然资源和这个健康。所以这类是最为一个格言，最一个推动总统理念。所以你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你没想到这地就对了。不然这几十年来，没关系，我跟你讲哈。我拍摄因为这些哈，我安尼卡卡系列，从二十年来，我们对环保的工作认为国家公园，这1997本来都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希望被给停掉啊。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大家都那个是台湾唯一的，甚至是世界唯一的。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太漂亮了，是不是？我们用其他方式来转业啦。不止那个地方太漂亮，我想我们要的哈，一定就是包括我们以前在收那个高雄的那个寿山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柴山跟我们的半屏山。那我想柴山跟半屏山那个时候在收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配套。好，我们有很多的配套，包括怎么样跟他辅导，怎么样转型。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收了这个东西，好，但是当时我们是非常激烈的去反映说，我们一定要收回来，而且它不是国家公园。我今天要跟署长讲，就是说它并不是国家公园，所以对未来极可能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水泥开采的这个矿业，我们可能会就是
从这个标示来讲的话，准备我们就是要停，是不是？不是，我是从自然资源这个水泥业的，像委员所讲，这个部分是经济部的职权，经济啊，但经济部在有时候出口的水泥啊，在98年51%要降到30%，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方向，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完全尊重经济部，我们未来也会让经济部每个月来协调。但就环境保育，就所以你只谈泰雅尼，其他的你不谈就对了。我其实我说我并不针对个案，我是就这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全世界都夸奖欧诺杰所在，那个波猴爱波球。我从这个环境保育的理念，我希望你哈向吴敦义看齐，你只向吴敦义看齐，因为我们的柴山跟半屏山根本不能够跟国家公园现在的国家公园。当时根本完全不能比。OK， 但是我们在几十年前哦，大概15年前，将近20年前，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他当然为了，你若想要回答，你就徛在台下顶，你。不要紧，不要紧。你如果想回答，你就回答。我有听你在讲爱跟吴敦义这个市长、东协市长学习、欸。能不能跟我介绍他是谁、啊？我们的詹副处长。哦，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在介绍，我没有来。对。你刚才想回答是不是？你想回答，副处长，副长来，我请问副处长坐回来哈。对，可以啊，当然可以回答。你不要这样偷偷摸摸这样走来走去，不是就不太好。这我们的他提供他的意见，幕僚意见。我们的处长呢、啊？上来我就请他上来。我们的干部都会协助了。对，因为我看到他是新的，没有见过嘛。詹顺贵，詹副处长，要给你给他介绍一下。啊，詹顺贵，回答副处长哈。你继续讲完，你我已经讲完了。你刚才递条子讲什么？没，来，你跟我报告一下嘛。我请副处长说明一下，要补充一下。那个黄委员，好、哦，抱歉刚刚失礼。那我其实刚刚只是要跟那个署长说，其实我们很高兴现在也看到，其实柴山也就寿山现在也是依国家公园法已经划设为国家自然公园了。哦、抱歉，那个是两段，因为那没有我们前面十五年以前这两段我比你清楚啦，因为没有当时吴敦义。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家，都从开采到安尼，拢北下，整个都完全北下了，半屏山都北下。然后我们去做护卫，我们是在上一届的立委的时候，才在我的手上更改国家护卫的部分呐、啊，专业的部分呐、啊，哈，哎，注意到这个配套了。过来，所以现在才目前才是国家公园啊！你不要随便提供一个自然公园，你不要随便提供一个资料给署长这么一个公务地而已哈。好，没关系，所以显然。你今天只针对雅尼，其他包括幸福、嘉尼跟怀宁，你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那本席具体跟你做建议，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未来经济的发展、嗯，跟我们整个人员的配置等等。那如果要拿当时吴敦义的标准的话，那这几家是一定要收的，这几家是一定要收的。所以我们希望，既然我们对新的政府对这个部分这么重视。本席具体跟你做建议，我们第一个当然从雅尼开始来处理，但是其他整个的政策，你不要像这一次这样子忽然丢出来说，让很多人措手无策，就来不及去处理。我们能够把它做得更周延的计划出来的时候，我想以后的配套才能够做得更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跟署长建议的。多谢，谢谢。那第二个我要跟你建议的就是。因为我看的你大概是两件嘛，哈，一个就是雅尼，另外一个就是，惠武金的处理。是的。但是其实，对我们全体台湾人民来讲，我想空屋可能是我们现在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也同意。你同意，但是我在你的那个整个里面我没有看到这一块，哈。啊，第二个是南部地区非常严重的登革热。嗯。我想请问署长。包括从台南、从高雄、从屏东，在去年我们整个的人民在所有登革热当中，大概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性命？这个对不起，这个资料严处长若知道就补充一下。好，没关系。对，跟委员报告哈，如果是根据那个卫福部的 CDC 的资料的话，那去年我们全台湾地区得到登革热大概40000多个。对。都在南部，其中有大概我只要没有记错，应该是大概200个人因为这样而死亡，可能不止，因为我知道台南也不止100个，高雄也不止100个，都在确定死亡的。我因为我们在高雄，因为我今天没有把数字带过来哈，我今天
在这里就是要提醒署长一件事，因为我们从高雄、从台南，当然最近有了一个什么登革热的防治中心，对，但是这个防治中心其实在我看来是不足以因应今年我们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尤其是我们在去年、前年高雄我们在发生登革热的时候，陈局市长是引海水来洗我们的水沟，但是很多的环境的专家告诉我说，这个可能就破坏了我们原来的这个环境上的一些保护的动作。那当然，因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或者是处长跟我讲，你们从前年一直到现在，你们对这个环境破坏的状况，你们是应该有做了研究吧？我先说明一下，我这之前呢、啊，在就任之前，我先和这个卫福部哈、哦，因为这个主政还是、疾病管制局哈、哦，来了解哈、哦，然后也和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些专家、昆虫、蚊虫专家哈、哦，要怎么做？那么也和地方政府说，我们全力配合，全力配合哈、哦。所以就我具体跟那个，这是一个环保的部分，但是这个黄委员你说。所要垂询的是说，迄、那个海水也是讲环境的破坏，因为他前年就做海水倒灌，但是到去年显然就是没有效果，所以他就到处喷，为了喷洒这些药剂，还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里长，为了这个喷洒药剂，我们今年有一个里长年初因为登革热喷洒药剂住进溶总，然后二月就整个会就受伤了，然后二月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流感，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其实非常的痛，也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是去做了一个防治的工作，然后就牺牲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里长。那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始有登革热的案例，所以显然两年前我们用海水倒灌的方式是没有解决我们登革热的问题。那现在你就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提的很多。那上一次我们在做登革热防治中心的时候，我原先是给他们一个意见，因为高雄医学院是热带医学中心非常好的，我相信你知道。我知道。好，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对。所以他们这个高雄医学大学应该有能力可以提供很多的意见在这个上面。我请署长，因为马上夏天就来了，我不希望像去年、前年这样的案例不断的在我们高雄跟台南发生。好，谢谢这些专家的意见，我们会请教。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是本席要质询哈，不过因为有许多的委员要来发言，因为刚刚念的时候跳过他们，所以我想哈，是不是本席可以调到最后面再发言？先同意让我们要先来发言的委员先发言。不过因为是第二轮哈，是不是每个人以五分钟为限这样子，尽量嗯。好，第一位我们请王惠美委员。主席有请署长。请李署长。王委员你好。署长恭喜啊。唔该，责任重大。质询到被质询，心境应该不太一样哈、啊。好，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头版都是你。啊，现在刚刚我们委员跟你讨论过，那我们知道说，你只是针对国家保护区里面的区块，区外的目前真先暂不管。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是才不到啊，不九年才一个礼拜了哈、哦。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二十年来的环境保育的人士都希望能够维护这一块，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了。你们就清楚。话再慢，话再讲慢一点哦，会更好啦。政策整个出来之后再来讲会更棒，好不好？多谢记得。我们现在就有的产业就很担心啊，会不会一次就被你消灭掉了、啊？不会的，因为你现在位高权重啊，一句话很严重呢。今天不知道几千个家庭在睡不着觉哎、欸，啊，好不好？再来我请教一下，我看过一下署长你过去的一个资历啊，你本身是念公共卫生，过去长期以来是在财政委员会，那担任过三四八九届十多年的立法委员。这本席很好奇啊，依照你的专业，不买要去卫福部啊，不买要去财政部啊，你怎么会来到环保署啊？这到底是意外还是愁庸啊？可不可以请你回答一下？我大概不需要愁庸吧。
以我的能耐，大概不需要抽用。的确是这个污染这么严重，我想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单位，预算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有大志业，我想我们的同仁都非常的认真，希望就环境卫生能够照顾国人的健康，我以他们为荣。好，而我个人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做接待。我们希望善用你过去的这个经验，好好的做协调，虽然专业的部分你可能比较缺乏了哈，因为环保署毕竟来很多跟专业的东西很有相关的，不过我想借重你的协调，第一个先拜托你垃圾大战的问题，因为呢你在贵党里面算是分量很重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现在来担任署长，我想也是要借重你这个分量跟你的这个过去的经验来处理事情。我们的焚化炉实际上以我们现在 所每天产生出来的垃圾量，依照我们现有的焚化炉来焚烧，应该不至于会有垃圾大战，但是各县市往往因为本位主义而不愿意收容一些外县市来的东西，造成今天会有垃圾大战，特别是在中部地区的垃圾更难去处理，所以这个部分拜托署长，你看你多久之内可以协调好？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月里面可以就各种机制做救急的这个协调，包括南投有那么10000多吨嘛，那云岭大概有20000多吨，这个我们的萧总队长都一直在和各地方政府在联络之中。那我们也有这样短期方案，也有比较长期。没有，过去已经做了十几年都没有很成功。也有长期方案。我们希望新来的署长能够运用你，借重你来这个位置就是政治任用嘛，对不对？就是需要透过你去做协调，不像以前的署长嘛，都是专业倾向嘛。这沟通能力太差了，所以都做不好。都有贡献了，我们但是哈，因为20年来机器开始坏了哈，我们这长期我们编预算来这个重新购置这个机具哈，那轮休希望它能够全年停。所以说一个月之内你会有个方案出来，多久会可以解决？不让现在各县市垃圾这么这个2万多吨哈。多久？2万多吨哈，它必须要，譬如说，这个我们有一共哈。其实有的地方政府他也有受到他们的地方议会的压力，他其实帮忙也说你去沟通，你看多久啦，低调也帮忙，低调帮忙，但消化掉这几万吨，我想要到九月啦，好，给你时间，我九月再来追啦，好不好？再来哦，我本席的这个是属于所谓彰化县，是属于比较所谓中小企业比较多的地区，所以相对的我们土屋的污染的面积也最近还有200多公顷还没有做处理哦。那第一个本席是希望说污染源的部分我们能够来给他好好的来做追踪，来做这个防范哦，才不会这些污水一流下去无辜的农民都受害哦。这个部分的话，我过去一直在我们署里面一直在讲，包括土屋的这个跟农民接触的过程，整治的过程都太过于冗长，往往被检验出来了土地污染之后，可能3-5年之后土地才会交还给农民。那对于这些辛勤的农民来讲，他们常常心很痛啊，因为省不会啦，建好了，你才雄雄跟他讲，我是污染跟他臭掉嘛，不然的话就是说，让我这个田啊，在这边啊荒芜了很久哈，所以在这个部分 SOP 的部分，多久之内可以出来？因为我在整个委员会已经提了很久很久很久了。我请问呢，这个土基金的执行长哈赖执行长，简单给你报告一下。包括对于县市政府给的这个补助款各方面，你们要多久才能够让人家到位？不然人家现在令公卿变属助，你知不？明明是县市政府不认真，讲到最后都是你们的错啊。补款大概是6月初。这个6月初哈，中华，你在中华这条哈，大概有4亿外。好，6月初才要给钱哦。现在已经批了啦，批啊，批啊，到6月初才拨钱啊。好啦，我现在还要求你 SOP， 因为你们现在在跟人家做房，不，在做检验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在人家收获的时间，所以农民心更痛，我们还要多花一笔钱去做这个东西的这个回收回来的那个补偿哦。这个部分麻烦你们再多加强好不好？多久？给我一个时间 SOP。报告委员，就是要去检测的时候，要利用他们那个不耕作的时候，这部分我们会找依照委员的意见来办理。这个部分一定务必一定要加强哦，好不好？好，下一位我们请苏志芬委员。
主席，是不是请我们请副署长好不好？让署长休息一下。请詹副署长，他说要让署长休息哎。署长另命啊。我提水者。我所里位我无准备水。好，副署长哈，昨天的话，我们卫环委员会在我们招委哈的主持之下的话，那么我本席这边有提的三个案子，那被保留，这个副署长你怎样嘛哈？怎样？嘿，拍摄，但是因为迄不是我迄个督导的业务，阿内哈。那么有关于就是昨天有提出来的废青法的第28条，还有第32条，还有第46条，那么这三条都是一个联动式的哈。啊，这三条的话，因为也牵涉到我们所谓的废青法里头的事业废弃物，是好啊。那事业废弃物里头，比如讲咱的工业区所产生的废弃物，还有科学园区所产出的废弃物。那么詹律师，我想请问一下，詹副署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说使用者付费，对不对？OK， 那么产出的废弃物如果可以在园区里头来处理，或在科学园区自行来处理，你觉得妥不妥适？但这个如果理想上能够做到这样最好，但是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的，我再请问一下哈，520的时候，小英总统在就职的时候，对着全国同胞所讲的循环的经济。副座应该知道嘛？是 ，OK。那我们看国外的工业区或是科学园区，其实他们最考究的一点是什么？他们就是循环。好，这个可能产出的这个制程产出的，可能它是一个废气或是一个废弃物，但是可能下一个工厂或是另外一个工厂，它的制程对它来讲呢，它那个是一个材料。我想在台塑六轻上中下游呢，我们就看到。他在这其中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巧妙好，那我不是我底下写的俄罗台塑六轻，我只是再举一个例子哈，上中下游。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国外的很多的工业区是科学园区，其实大家都朝向绿能的园区在经营。啊，这个绿能的园区在经营的话，并不是意思就是我们通常都理解的啊，比如工业区什么太阳能光电，然后是什么废水回收，不是安尼尔。就是当很多的厂家群聚在一个工业区的时候，他们所产出的废弃物，希望是下一个另外一个工厂它的制程的话，它要接收的，它是可以用得到的。我感觉连环保署吼，无必要去安怎去替工业局去打击的事业废弃物，不管是有害或者是一般事业或者是有毒的，我是感觉无需要去要打这责任。连都徛伫环保署入场啦，为着要照顾咱的环境，希望我们的工业局。能够好好做一点事情，还有包括我们的科技部，所以在这边就非常的期许新的行政团队了哈，包括在李署长的领导之下，我们是希望能够朝向这一方面发展。所以第28条，还有32条，还有46条哈，特别请副署长，我们在中央党部都开过会了，那么也有指示，针对法的部分要修，好不好？我相信副署长你应该心里知道，本席在这边讲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好，谢谢。那主席，我们再请我们李署长好不好？谢坤廖高啊。请李署长。署长，我有特别单要跟你讲话。我今天是人感冒，应该是要回去休息的。请随时指教，随时到办公室来。署长，你认为哈，每一个县市是不是应该至少有一座焚化炉？不一定。不一定。好，那么台东那一座焚化炉的话，我请问一下。我们中央政府已经给了台东县政府，应该因为他的重灾，我们付了多少钱？20几亿，多少钱呢？具体的数字，请我们那个相关的单位啊。OK， 是肖总队长。署长，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面对台东这座焚化炉重灾的结果，本席印象所及来讲的话，超过20亿，中央完全都买单。他的定位是什么？叫做备而不用。署长，请问你，你上台了，垃圾有危机啊。要不要用？备而不用嘛？什么时候该用？我想什么时候要用？我想这个目前呢、就是说焚化炉的数目啊，从不够到太多，到最近这个不够是一种管理调度的问题。所以署长，我希望这样子、都包括卖公混凝，卖公混凝去走林内焚化炉的话，什么潜财性的负债，什么40几亿，不要再讲那些。
那是丢死脸的东西了。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官商勾结，这个是可以当作一个政治上很好的教材的一个政策。好，那么我就请问署长，啊，咱若笨手都安尼啊，不对坑啊，事业废弃物嘛不对胆啊，台东这座焚化炉备而不用，什么时候要用？你要备到什么时候？我们非不得已。那是中央花了二几亿要丢在那边哦。现在云林县这边的话，花到中央哪一毛钱？所以环保署呢，肖总队长，你不要站在署长旁边好不好？火大！你在五二年之前你怎么对待云林县的？亏你还是北港人。那我有要求，我们这个云林县这个部分转运的经费我已经有要求。署长，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台东县内做焚化炉，所有的程序都完备，中央花了二几亿投资在那边，备而不用，备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要用？署长，给我答案。当我们目前这样的能量，其实包括苏委员有关这个28条第8项这个处理，其实对于我们在处理这事情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会和经济部就工业区，你在开发之后本来就指定的这样的环境处理设施，应该要负起你该有的责任。这个，如果这个处理之后，我们的这个事业废弃物就减量了，就一般的24座焚化炉，这个绝对有够的。署长，我张那三条条文，保留，就是给行政机关给你们时间，那个条文应该怎么修？但是不管条文怎么修，绝对不是像昨天的副署长所讲的，是干那被改过的条，你也不能扯交互的垃圾的调度问题，还有包括事业废弃物，当然，好不好？所以我也请一起面对，好不好？我也来和那个经济部长哈。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啦。处理这条好不好？署长，拜托。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高路移用委员。谢谢主席，有请署长。请我们李署长。高路移用委员，你好。好，署长您好。昨天署长有对外宣布，针对就是我们的亚尼这个开矿宣布就是停止亚尼开矿，本席就是非常认同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啊，在我们花东地区不止太鲁阁国家公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整个东部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过去核发的矿场在续约，它其实有没有经过时空变迁转型争议的考量，在个案在政策上有没有环评的必要性，那这些其实都去考量一下。因为在花莲枝雅干部落周遭的矿业权的分布是非常的多，我们去想想看哦，1940-1950年所核发的矿权哦，到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都已经过了半世纪，它一发就是一个半世纪。那请问一下，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去全面检讨目前矿业的问题？我想全面检讨，尤其是对环境的冲击有必要。是，所以其实就不应该是针对亚尼的个案。那也希望署长针对就是整个台湾地区的矿业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我们和相关部会会来研议啊。好 ，OK。那除了刚刚讲的矿业以外，其实东部的地区也有非常多的大型的开发正在虎视眈眈哦。那署长知道目前东海岸有多少个开发案吗？抱歉，这一点我的确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中规处这边其实我这里有附图。那所以有没有进到环评？有送到来环评，我们才会知道，应该是这样。我的了解应该是这样。好，在这里其实我们如果还没有送来环评，可能我们的副署长我们同仁没有讲，就是代表他们 也是非常清楚哦。我们在走这个环境的运动哦，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在看整个花东地区，最起码有13个开发案正在蓄势待发哦。而且呢，这些开发案都是位在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可是呢，我们不只去看这个东海岸，我们在花莲地区，在我的部落就有爱狗乐园以及凤林油气区这样的开发案，都是在我们的部落的传统领域。可是依据在原基法的第21条有提到，你在原住民族地区，政府在原住民族地区跟私人在原住民族地区要开发要进行开发，必须要征询原住民的同意。好，这个条文我相信署长也非常清楚。可是呢，这个21条它的知情同意权，在我们的这个环评里面，不晓得署长
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环评的时候有没有去遵循这样21条的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我的了解，我们在做环评一定要周遭居民、周遭的居民、相关会冲击到的人，都应该用透明的让大家完整能够参与。好，我想这一点从环评的角度，在环评的过程里面都应该要尊重这样的精神。好，我在这里举一个我们现在的环评影响评估作业准则的第5条，这里面有提到的就是环境敏感区位以及特定目的的区位限制调查表，这题里头其实有针对原住民族土地的部分，可是针对原住民族土地的部分只提到原住民保留地而没有传统领域。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在原基法，原住民族土地是包含传统领域以及保留地，那在这里本席认为这个条文里面其实是有瑕疵的，应该要把传统领域放在里头，所以呢这里也要求署长能不能在这里检讨也一并修正。这个我请我们处长说明一下，可能有的部分我们要征询这个原民会的一个意见，我是请他做环评的主要的业务单位补充说明一下，免得我怪一落万，谢谢。报告委员，那原住民保留地已经划定的部分，我们会在准则里面会放进去。那因为刚刚讲传统领域的部分，只要原民会有划，我们会透过准则修正的部分，到时候会一并检讨。不过我们目前据了解，好像传统领域的部分还没有划定，目前了解是这样子说明。好，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就是有关于保留地跟传统领域的差别。保留地为什么在民国80年的时候有这个彰化边保留地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从日治的那个时期，只处理到山地原住民有原住民保留地，而平地原住民像花东地区就没有原住民保留地。如果你们在这个环评里面只思考原住民保留地，而缺少对于传统领域的这种知情同意权的认知，我会觉得对原住民族来讲，只处理部分。这种知情同意只处理部分，而没有真正的去遵循21条的知情同意。再来，原基法的20条有提到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土地意思就是原住民保留地跟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是包含在内。在这里也希望署长给一个承诺，去好好的去思考，一并把这个传统领域纳入这个里面的这个审查的条文里。我会来深入了解，好吧？谢谢。能不能给个承诺，什么时候去做一个这样的讨论？我下礼拜就和同仁先检讨一下，了解这个整个事情，它是好，它怎么的冲击，怎么个影响？好，我们的权责和原民会之间，因为法令已经摆在那里，我想不能让它束之高阁、啊。好，我下礼拜就会了解。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廖国栋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部长。请李部长。先讲先赢了。李署长。先讲先赢了。廖委员，多谢你，多谢你个光的。我就直接接续，不再客气了哈。今天这个雅尼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有多重的解读啊。我想你大概知道。我们注意到这个新的执政党呢，好像每天都要换一个人来放第一炮，啊。看你放什么炮，反正，昨天是劳委会，今天是环保署，好像在轮流在把自己的第一枪爆出来。你们是这样分配任务吗？廖委员，我们这么熟哈，你也知道我的个性，是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次是20-30年的信仰啊，对土地对环保呀，这样的一个付出。有益必予，其实是这种信仰，他不可能说一天之间、一夜之间对这种事情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这样去论述，不可能。OK， 其实基本上我是支持你这个决策了，谢谢啊。就像前几位的这个委员所提的，我们现在对整个环保生态啊，就是日趋重视，对，日趋重视。所以你放这个第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欣慰的哦啊。那么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同仁啊，甚至我们的乡亲啊，就会提到了，为什么专挑雅尼？这个我们不再讲了，因为你已经讲了。但是雨女的地层下陷也很严重啊，你要不要越俎代庖去说，哎，哪个是高铁区不能
在行驶必须要停驶，你可以这样吗？或者是六轻这样的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你可以业主代跑代替这个工业，就是你给我停机可以吗？应该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它应该有一个基础的政策的讨论，横向的联系，然后你再公诸你的理念，这样就一百分了。哦，因为都是看不见的程序嘛，所以我才哎呀，老朋友才笑你说，谢谢，哎，你是急什么？谢谢。哦，其实不要急。这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苏委员已经帮我问了台东啊，台东的这个焚化炉的事。现在呢，焚化炉花莲没有焚化炉，台东有焚化炉，但是垃圾不够烧，送到高雄，高雄也不帮我们烧，送到屏东，屏东也没有好 没得烧。现在不晓得怎么办。你刚刚提到了多久之内可以有解决的一个方案出来？这一个月里面，我会就全国性的各县市这个状况，比如说现在比较大的哈，就是南投县有10000多吨哈。云林有20000多吨，这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这个几个部分，那包括有的比较小的，像廖委你所讲的花莲哈、台东，都相对比较量比较少，因为人口比较少嘛哈。对，所以我们全国的调配，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几位委员昨天在修法一直都有关切，就是说经济部的事业废弃物，也都占用了现在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家户废弃物、一般废弃物的焚化炉的这个能量和空间，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就怎么管理体系，这个救济就是把管理体系把它安排好。但是中期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包括事业废弃物的处置，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我们要和经济部来协调这个部分。我有和经济部长，甚至像那个林权院长都已经向报告过了哈，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这个比较长期事业废弃物的处理，所以一套一套会中短期、长期都会是会来处理。这一点廖委员你的提醒，我们会很认真来做。徐长，我可以这样问你吗？你在这个报告里面的第17页特别提到了。处理县市之间的这个垃圾区域处理哈，你要用经建计划专案补助，什么意思？经建计划有一些经费啊，报到，因为我们有一个经，我们以前叫经建会，对，现在叫国发会，国发会 对比较大的这样的议题，包括因为20年的焚化炉建设已经都20年，廖委员你也记得，早期我们焚化炉不够的时候，是塞在这个街上。对啊，民众就给了给阿罗火力，火力干嘛阿边啊？那后来就变成太多，所以为了那个结果，我们矫枉过正，一线是一个焚化炉工少在哪里？后来又觉得，因为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减量再回收，导致整个量少了之后，所以就又减少新建。所以它有几个阶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经过这个几个阶段之后，我们已经学得经验了。学了经验，再怎么调配，包括税修，税修有一件先顺便给廖委员报告，因为吼，热铁电吼，焚化炉也发电，当然，他卖给台电的电比较贵，所以大家都税修在冬天税修啊，夏天发电卖电，这个部分不加急，我和经济部来讲，我们希望在购电的费用能平均化之后，就平均去税修。哦，夏天也有修焚化炉，冬天也有修焚化炉，这样那个量就不会囤积了。所以几个方面我会很认真的，一个月里面就整个状况来了解一下。我看好好，我看部长、署长，你这个脑筋非常清晰的哈，谢谢，口齿也利落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说，你又不是认识我一天。这个经建计划，你已经心中有底，来协助台东处理好吗？谢谢好，吴宝。当然，台东也是我们关切的一部分，这是全国都是每个县市都是我们要协助的。大概多久？因为县长一直找我们说要请署长帮忙，我现在就问你啊，就说这个一个月里面，我一定会都知道垃圾怎么全国的调度怎么处理。OK， 我们一定会有起程，好吧？我们我到时候会向廖委员再说明。好，好吧，补充，谢谢。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曾明忠委员。主席，麻烦请署长，请李署长。郑委员，做多下力。是，你特别个招多登来记得，谢谢。委员署长好，今天其实我特别来委员会咨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个人表达对您过去，
不管在劳委会任内也好，行政院秘书长也好，或者在财委会期间也好，对台湾的贡献表达高度敬意。这第一点，谢谢。那另外也要跟你讨教，就是我非常非常赞成整个台湾地区的环境环保要做得更好，让台湾的经济，让台湾的环境能够更永续。当然，这里面也要考虑到整个经济发展的事情。比如说，依照世界上的统计 ，FDI， 署长很清楚，是国外的直接投资，在整个世界211个国家里面，台湾是倒数第五位，是跟谁列举在一起？跟北韩、跟还没有开放的缅甸在一起。所以这几年几乎没有国外的投资 FDI 进来台湾。那蔡总统说要经济要转型，国外的先进企业或者国内的企业没有进来投资是不行的。所以我要请教署长，而且刚刚所有质询的委员都肯定委员，因为委员是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在环境永续跟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取得平衡？我想就这一点请教委员署长。不敢，郑委员，你我们这个一起在部委里面，你也是专家哈。谢谢。的确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就是说新的一个经济形态，比如说以前没有电视产业，没有资讯内容产业。所以现在资讯内容产业这么多，我们就类似这样的部分，它就相对的对环境的冲击不像制造业那么大。是，那么我们整个的产业的比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个百分比哈、哦，以前是制造业大概80%82%，然后变成73%，慢慢现在调整成服务业变成70%，整个台湾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为主的，包括观光产业哈。哦嗯，所以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产业的整体的结构的转换。第二个就是说创新的部分啊、哦，这个总统讲，比如说 IOT 的部分啊、yeah. 哦，这个部分都是包括你所主张的金融价值产业是哦，这个都是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它的产出都比传统的制造业可能产值都要高一点啊、哦，所以这个部分都相对的环境的冲击也比较小。当我们已经咱吃袂饱的时阵，青菜物件我都讲废五金那么拆干呢，在客厅及工厂都做高黄一缸，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那个阶段，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经济慢慢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用更多的资源来整理环境，啊，也引进更干净的无烟囱的工业，包括无烟囱工业，包括知识经济的部分，这些都会让传统工业污染的部分比较能得到减缓，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精密机械工业，包括我们的纺织工业都智慧化。精密化之后，自动化之后，它相对也都，老板也都知道要投资于一些设备来防治污水，防治或者说包括我们的畜牧业，现在也要开始把这个地塞油把它储变成这个沼气发电，都让它不要再排入这个水沟，让我们即使乡村都能够美丽和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清新的空气。是，所以基本上，方向我赞成。我要请教署长一个问题。那整个环保的审查制度，因为现在往往一个投资案，那往往少数几个委员都否决，那就没有办法让整个对国家经济有可能有重大贡献的一个投资案停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11个国家里面 ，FDI 是倒数第五，我们跟北韩一样。所以的问题是，我希望。在台湾能够维持环境更永续的前提之下，我也期待署长要解决经济发展。好，为什么？老实讲，台湾的最重要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是经济发展。你看最近经济发展不好，那整个薪资结构停滞倒退，会有衍生很多后续年轻朋友对整个社会不满、社会不安定的事情，会发生更多。太阳化的事件，所以我希望，齐勉也希望署长，因为你是解决问题的人，除了解决环境的问题，让台湾的环境能更永续，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要协助排除相关整个投资案的进行。好，我想就是曾委员关心，包括这相关的环评制度，不要有产生不必要的汉可，是这个效率的问题，我们也有专案在检讨。
是我们庄委员，谢谢你。其实我也刚刚跟几个委员相同的看法，以委员的能力，这个位置绝对不是政治的任命。我觉得你以你的位阶，你可以做了更高的没有没有，我可以为台湾做出更大的贡献。没有这个环保，我会很认真做环保。对，但是我的想法是，不只是做环保，你要排除有一些在环保可以兼顾的前提之下，你要协助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台湾地区，我还是那句老话，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出路是经济发展，也是唯一的出路。你假设台湾地区经济没办法蓬勃发展，谈其他真的都太远，谢谢，也不可行。好，谢谢署长，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谢谢曾委员。那接下来是由林淑芬林委员。休息三分钟，好，这官员们需要休息。公共卫生啊，是我们也需要休息三分钟哦，让大家休息三分钟，上个洗手间，然后等一下最后请林淑芬林委员啊来发言，好。是不是我们继续开会？好，我们接下来请林淑芬委员来发言。谢谢主席哦，是不是请我们李署长？哎，请李署长。林委员，请坐下。
署长，今天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说，你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采矿行为，希望要做一个全面的禁止。那这个我们也知道它的矿权哦，这个上一次的展延最后是到2017年哈，它的那个矿权就到期了。那我是比较具体是想要问你说，请问环保署哈，你要怎么禁止亚尼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采矿开发呢？怎么禁止？第一个，这个我们当然是需要透过跨部会的哈，跨部会的协调，这个。矿务局在还没有修法之前，还是属于经济部哈。我们和经济部来沟通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总统的政策哈。那你自己局里面，署里面能做的啊，你会有什么工具可以去这个限制它？署里面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这个环评啊，这个细则的部分呢、啊，我们也会做适度的调整。好，适度的调整。这个部分，我请我们的刘处长哈，这个环评的这个主掌机关呢，我们也在研议这个部分，好不好？请那个。是，但是照目前为止，依照你们88年和89年，你们行政院环保署的函释，哈，88年是说这个矿业用地续租案如属延续租用，且实际采矿用地范围无扩大或变动情形，是不需要环评的。哦，那这个89年是讲说啊，这个你们的细目及范围认定标准里面，并没有将所谓的探矿、采矿及其他扩大工程的展延纳入应实施环评的这个范围内，所以你们这两个公文都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是让未来他明天如果要申请展延是都不需要环评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新的政策，我认为这个函释是行政权的哈，我会重新检讨，甚至就是对，我会重新检讨，来做出中午我做出适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决策。对，那这个决策会扩及未来所有的矿权的所有的展延都一体适用吗？我们会检讨整个认定标准。我们检讨整个认定，你们会朝怎么样的检讨前进？可不可以再清楚的说明一下？到底说对环境的冲击是怎么样？哈，这个部分当然是对环境的冲击是怎么样？是环境影响评估审议的时候才会去审议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你的是，要不要未来的所有的矿权的展延，哈，它要不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估？这个才是你可以回答的。至于说它到底有没有冲击，不是你能回答的，因为那是环评委员实质审查的时候才知道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照你目前所讲的说，你要停止亚尼的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的采矿，那看起来你从环评来讲，你是没有法律工具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要不要实施环评？这个哈，我请我们那个刘处长说明一下哈，环评这个部分昨天到目前为止，依照你们两个函释是都不用的，因为过去处那个函释我就说嘛，你们要检讨了政策，你们要检讨了，对，没错。可是如果你检讨以后，即便纳入需要环评，我也要问你说，需要纳入环评的话，环评也可能过，也可能不过。那你凭什么在这里就说他你要禁止他？那会不会有一种嫌疑，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包括有委员今天问的环评的科学性、环评的公正性、环评的可信度、环评可被监督性，最重要的是环评不服务于政治这样的这个架构和价值和信念。会不会因为你讲得太快的一句话被你给践踏了？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这个整个我现在再告诉你，就是说，事实上，环保署对采矿开发，以国家公园为例，许不许可是国家公园委员会审议的，是要国家公园委员会审议的，好，国家公园审议委员会通过了，经济部才会发给他展延权。那环保署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基于你们的法定业务执掌组织业务的这个条例里面没有任何一条可以说你要来发执照，你唯一能卡关的就是环评。可是
环评，如果你是说你要停止这个亚尼的开采案，那么我们会觉得讲这个话要非常小心，你踩到一个底线了，你踩到政治是凌驾于环评之上的这一条底线，它会让环评只服务于政治的这一种概念会强化和加深。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环评它的客观公正，环评不服务于这个政治，而要服务于专业，环评的可信度可以被监督，可以看科学性存在，而且环评不是被政治操纵的话，那么环评也可能会过，也可能会不过。所以我意思是说，你说要禁止它，依照你现在法定执掌的这个法定执掌的业务范围和你仅有的法律工具，你要怎么禁止国家公园采矿？不要说去跨部会协调了哈，跨部会协调这件事情是讲得太远了，因为我告诉你，上一次20年前亚尼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审查，国家公园就已经驳回不准他转延了，可是基于专业审查不准他转延，为什么他又转延20年？你知道吗？署长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国家公园都驳回了，可是为什么他还可以？这个林委员，这个跨部会行政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哈，我们就总统的政策理念、经济和环保之间，他要怎么协调？它不是单线的，我们要发展经济，要保护环境。虽然就这件事情，我们没关系，我没有问你这件事情，我现在要问你的署长，我现在问你的是说，为什么1997年11月22号就应该到期的亚尼，他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在当时的国家公园审议里面就已经是驳回他的展延权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合法了，经济部还是合法了，在法律架构上是不许可的啊，为什么还是合法了？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认为因为当时的行政院长召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他做的一个政策决定是没错，所以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连战邀集了经建会的主委、内政部的部长、经济部的部长，还没有邀集环保署哦，都没有，因为他不是环保署的业务，他没有邀集，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他特许成立一个专案会议，由上而下强行同意展延。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展延以后呢，他就一路可以挖到这个2017那个到明年。那我要再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环保署那个88年的函释说？矿业用地如属延续租用，且实际采矿用地范围无扩大或变动，无需环评。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函释？你知道吗？林委员，为什么都有在采矿，可是叫做用地无变更？当行政院长，如果他政策决定要做这个决定，在那个经济还压倒环保的时代，环保声音非常微弱。现在包括民间的环保声音都可以阻止一个开发行为。我现在是要 问你们贵属的事情了。你们88年的8月9号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荒谬？这个不是你做的决策，是过去的哈。我们必须要强调，这是过去的政府做的。88年，可是因为那一个函释，结果让我们现在所有的矿业公司都可以有矿业权，一路展延到现在。而且都不用实施环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采注一句话，叫做矿业用地范围无扩大或变动。可是明明有在采矿啊，可是矿业用地范围为什么无扩大？为什么？当时我就说当时的行政院长，他其实严格的不是署长，抱歉，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要告诉你说，为什么矿业用地范围不会扩大？因为我们的用地范围是以面积计算，而采矿是从山头往下挖，所以它挖的是立体水平垂直，不是水平的扩大，是垂直的下降挖深挖山、啊、我了解你，现在我了解你。整个龟裂刷头中凹掉的、
所以他是用这一种巧门。可是我今天要再讲一个历史上的公文。84年行政院就讲了，就又有一个函释。84年行政院函释说，基于安全开采的考量，虽然准许现有直井继续生产，但必须以300米的等高线向上维持53度斜坡决面为开采高度下限。什么意思？翻成白话文就是，你开采的这个下限是至少要水平300米之后就不要开了。不，抱歉，是这个垂直高度就是这个。这个三百米，开采到300米就不要再挖山了啦，高度剩300米就不要挖了。84年的函释，所以97年亚尼已经挖到那座山只剩下335公尺，然后它一年往下降10米的高度，这个垂直降阶的开采，一年十米。97年到现在大概有106年，大概有10年了。10年，一年开采10米，理论上他那里应该剩下200多米了。他不是明年不准他矿权展延，而是现在就要立即停止开挖。署长，把84年行政院的公文拿出来看。亚尼的新城矿区必须立即停止开挖，它已经超过300米，它已经下降到剩下200多米，这个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忍受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能忍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忍受呢？新城矿场它25公顷。可是这里不能挖，同样的条件在他隔壁同一座山，他不在国家公园范围内，难道他就可以挖吗？那不是同一座山，他的旁边毗邻的土地还有400多公顷，那个是平面的，如果往下算立方的话当然是不止，难道他就可以继续挖吗？然后我要再提醒你，以新城矿区，就是所谓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开采的25公顷的面积里面啦，他们自己矿场的首席副厂长他曾经表示，这一块地整个可以开采4000多万吨的开采量。如果按照一周刊的计算，4500万吨的开采量，如果照刚才徐委员质询讲的说，这是外国都来赞叹最好的石灰石啊，我们只看到这个最好的石灰石，换算成这个可以做成2500万吨的水泥，以市价当时一吨2000元的水泥计价来看，大概至少有500亿元，然后剩下的2000多万吨是砂石，也可以卖。他当时一周刊的估价是300多亿元，然后呢，你知道整个新城亚尼的矿区一年只缴多少租金吗？79686元，跟他数百亿的获利来讲，这用暴利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个山林土石不但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也属于原住民所有，也属后代子孙所有。这些山林土石不属于亚尼，可是亚尼在这里不断的挖山产山，然后据为己有。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驳回亚尼的展延权，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部长，你说你要终止他的开发案，可是那么我要问你，如果我们从明年终止他的开发案，不给他展延，你说你要跨部会协调没关系，要付出什么代价你知道吗？这个有的人这样讲说这样需要赔偿，我想那个是一个误解。我想在92年最高行政法院有一个判例，这个权利是由国家准否
当我没有再继续准，就是这并不违反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这个两个没有关系，我想怎么会没有关系？你我请我们詹副，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一下，我请我们詹律师、詹副署长来，没关系，詹副署长来，虽然是我的老朋友，但是我是一样要问他。我们请詹副来说明一下。署长，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依照92年行政法院的判例，政府的准否权、准驳权，哈，是既有的这个权利，所以更无所谓的赔偿嘛、补偿嘛，对不对？可是我要问詹副署长，曾经在什么时候政府曾不曾编列过补偿金额，有没有发放出去，你知道吗？报告委员，我知道过去国家公园曾经有那个取消这个矿权转移而做过一些补偿，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部分可能是矿务局错误解释的矿业法第31条规定所致。不只是31条第二项，还有第57条，但是国家曾经编列过，政府应该讲政府曾经编列过预算是事实吧？是，也曾经发放过补偿金是事实吧？是，但是如刚我所讲，可能那是矿务局坚持，就是说他们对于矿业法第31条的解释有所误解所致。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要追讨回来咯，发放出去将近1亿元的补偿金。我再念一次给那个署长听哦，矿业法第31条，前项第3款规定，就是国家公园内如果驳回的话，将矿业权限展延申请案驳回，致矿业权者受有损失，矿业权者得就原核准矿业权期限内已发生的损失，向限制探采者或其他应负补偿责任者请求相当的补偿，补偿的认定案基准由主管机关订定。这个是第31条哈。那第57条一样的讲到这件事情，第57条讲说，主管机关因为公益措施等实施需要、实际需要，因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申请，划定已设定矿业权的矿区为禁采区，或公益这个措施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因为公益哦，依法限制以本法核定矿业用地的矿区探采限制住了，导致矿业经营受有损失，该矿业权责得就原核准矿业权期限内已发生的损失，向申请划定禁采区者，限制探采者或其他应负补偿责任者请求相当的补偿。所以不是31条，还有57条，还有57条矿业法。那你觉得哪里解读错误？这个法条里面哪里是错误的？其实在刚刚92年的那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里面呢，对矿务局所做的解释啊，也不完全认同。那31条这个部分，因为是展延，不是原核准。所以这个部分，它在最下面授权给主管机关来解释和认定。我认为，因为是跨部会了，我不愿意在这地方就内部这样来。但是我是在院内的会议，在部会之间的协调。那如果你这样讲说，强烈表达这个地方的92年的那个法院的意见。但是我有点好奇，这31条好像是几年才修订的？你看。就是所以说嘛，在前项损失之范围及认定基准由主管机关定之嘛。没有，这一条法律是被改掉的，而且不是92年，是比92年还要晚才被改掉的。有这一条规定是比92年还要晚。我们要来看具体的，如果委员这样的话，我们就具体的拿那个文件判例来探讨。好，我想这个部分，它目前如果将来变成环境资源部，就是环境资源部的一个权责，我们会处理这一块。是，到目前为止，这所以说我们是就这个环境资源部要成立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这么重要的资源，上帝的这个，我一直强调上帝的艺术品。好，那我现在要再问你一件事情，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国家公园里面。这个矿权拥有哈，还在采矿的是只有亚尼，我知道。那有没有其实是还有矿权，但没有在采矿的有没有？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是矿务局的权责哈。我这个部分如果因为有送来，我们曾经署长，我们曾经否决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报告署长。因为你不是针对亚尼，你不是针对个案，你是针对国家公园里面的通案管理嘛？那显然我就是要问你，除了亚尼这个个案，还有没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通案？我们会来调查。啊，那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说你不是针对亚尼个案？但是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资源、自然景观、国家公园，幸福水泥有没有？东风矿业算不算在国家矿业里面？有没有国家公园里面？我印象中县府曾经被否决。国华大理石，我请那个县府水泥曾经被否决一次。荣民工程有没有？崇德矿业有没有？天穹矿业十一家有没有在国家公园范围里面？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了解啊！我这个部分我们相关处长都要补充之外，我个人对这个资讯他们当时被驳回，可是为什么不用补偿？你知道吗？因为当时还没有矿业法第三十一条，他们曾经被驳回，要展延被驳回就驳回了。就是你如你所说，为什么不用补偿？因为当时的三十一条大概不是长这个样子吧？法律是被修过以后才变成霸王条款。不，这个林委员，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去了解。我个人的部分，好，这个但是我还回头，我还是要说了，这件事情都跟你无关。因为这件事情过去的函释不是你做的，那现在要不要继续是国家公园要审议的。那到底要不要赔偿？哦，那如果是国家公园，内政部驳回的，搞不好是内政部要赔偿，不是你。但是说啊，那你为什么你出来讲话？我是站在环境资源部。但是现在还不是环境资源部，现在叫环保署，是国家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资源，生态保育，因为现在的国土资源还是在内政部国土管理里面，所以我是要跟你讲这一件事情。那我现在在请教你，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出来讲话？因为你会踩到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证实了环评委员都是橡皮图章，你会踩到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在讲环评制度的改革，我们要求环保署、要这个政治的这个黑手要退出我们的环评，我们也认为你应该要尽速的提出环评法来修法，然后在修法以前，如果是你先讲了昨天的那一些话，那会落人口实，甚至说你去主持一个环评会议，人家会问你说你是不是预设好了一个政治立场，你的手是不是会介入，这样子其实是更强害这个环评的制度、让他更不被信任。所以我才说我不是要跟你说啊，你那个是经济部的权责，你给人家踩到线了，不是，是因为依照你目前法定的职掌和你的权责，你只能把关是环评，可是你今天讲了这些话，你要让环评的专业性、公正性被质疑啊！我是要提醒你这一件事情。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跟你讲，垃圾大战啊，跟这个彰化西周焚化厂跟屏东崁顶焚化厂的营运不佳哈、真的是要好好来谈一下这些非计划性停炉，一年达到十一次和二十一次等等啊，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还蛮长的，我就不多说，我讲最后一个最简单的了哈，就是城市矿山的计划，我们还要继续吗？沈世宏时代的城市矿山跟魏国彦时代的城市矿山的计划内容是南辕北辙，根本就是两件事。那都已经在垃圾大战了，104年的垃圾大战都开始了。你的城市矿山计划，你知道魏国彦的城市矿山计划是什么吗，署长？我这几天有向同仁来了解，他是为了要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要预留一些掩埋场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把它空出来、净出来，为了若重大的灾害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去处。天然的重大灾害，天然的重大灾害应该这样讲。林委员，我想这样讲了哈，我不太清楚啊、过去的署长是怎么做哈，但就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如果说是处理这个既有的掩埋场，把它活化，把它腾出空间整理，
这一件事情我是赞成的。你是赞成的？嗯。那我们的焚化炉都还在垃圾焚化，还在大战呢。就是说，但是我们为国宴规划了五年的城市矿山计划，要从105年从今年要做到110年，他要做什么？他要把旧的掩埋场里面的垃圾挖出来烧，哎，那你有足够的焚化炉，有这么多的余裕量？我们事情有轻重，然后这几年我们当然先处理这个现在在堆置的这些垃圾，就是刚刚我今天已经讲很多次，我想这个部分就不再重述。为国宴是要活化既有掩埋场，要有60万立方米的掩埋空间。来让环保署调度，可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讲的焚化炉必须要有余裕量去焚化从掩埋挖出来的垃圾。可是呢，我们调度不良啊，调度不良，还有非计划性，还有非计划性的停炉，老旧这个经常非计划性的停炉，这一些问题你都已经这么严重，然后你现在还要去推一个所谓的旧掩埋挖出来烧，旧掩埋挖出来烧，你叫云林人情何以堪啊？大家收那个林委员，生活废弃物，咱用烧烧一般事业废弃物，无诶，唔是你做诶，为国宴到今嘛咧做，咱咧焚化炉烧生活废弃物，烧一般事业废弃物。今嘛嘛是各类修垃圾场掩埋出来，啊个挖出来修的，莫怪拢嘛无余裕量，通去修森林的垃圾嘛。所以我们在讲说啊，在中南部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空间去执行这个方案，只剩下北部的县市在申请。然后台北市呢，我们知道有余裕量了哈，但是我们也不必要去这个雪中送炭。然后让这个这么富比较相对财源自主非常好的这些地方政府去帮他们雪中送炭，那你应该雪中送炭到这些资源少的地方。所以如果我说让他们有余裕量，那不如请他们来支援家户垃圾生活垃圾的焚化，这才是对的。所以我是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假城市矿山，这只垃圾场挖出来重新掩埋场挖出来烧掉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所谓城市矿山的概念，跟以前沈世宏讲的也完全不一样。五年计划60万立方吨，这个事情恐怕是可以好好的检讨一下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要讲的话还很多了哈。那我们未来有的是时间了，会优先顺序处理是那个事情，不会像刚刚你说那样的过去这样的发生。我们当然先处理，就是过去既有的不恰当的政策，包括那个韩式，我们都会重新检讨。这个不恰当的政策该调整，应该要调整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会支持这样。那我们就还有很多时间再慢慢谈哈。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林委员，也谢谢谢谢李署长，再交给你主席。本日的会议询答哈全部结束。那委员哦，苏正清、徐正伟所提的书面哦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哈，请于2周内回复。那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那我们现在散会，谢谢大家。